可以见到就是大家，然后有一些人可能之前有见过，那也有很多人是今天是第一次初次见面，这样就是看到大家真的都非常开心，然后今天又是在就是我的家乡台中，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对啊，所以今天真的谢谢你们，就是辛苦了，辛苦大家了，谢谢，就希望之后就是还有机会就是可以来台中办活动啊，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你们今天拍的照，如果你们有用那个 Instagram 的话，就是你们可以 take 就是标签，我会去看那个我被标签的照片，这样对，然后你们可以记得标签一下，我就可以看到今天跟大家的合照。然后之后等一下，然后我们之后记得我跟小安在6月18号的时候会在台北的东华路的前柜，就是西门町那边，然后我们会办一个小型的有一个小型的 live 演出，对，那如果有空的人就是你可以来找我们，然后带来就是我自己在之后下一个活动可能就是之前我拍的电影就是我的少女时代，会在8月14号的时候，对，然后首映，然后就会正式上映，那到时候再请大家多多支持，然后我们戏院见，然后之后的活动再见，谢谢大家，谢谢。